外臣在。内库与锦衣卫的商贸往来，就这般定了。你回到南庆后，就尽快的安排妥当便是。外臣明白。太后，臣依旧觉得此事不妥。沈指挥使心绪激昂。 不宜议政，还是先送他回府休养几日吧。太后，臣所思所想，皆为我大齐，绝无私心啊！太后，<笑>你无私心？难道我等就有私心吗？太后决定通商，难不成太后也有了私心不成？ 带下去吧！贼子误国，太后三思！贼子误国，太后三思！ 范公子，何时启程啊？回陛下，明日启程。此时一别，不知何日还能再见。范公子的书还是要写得勤些，朕还等着后面的章节呢。外臣受命。